应该内部装修紧。呢个就系启德站启恩苑简易公屋用地，呢座 A R 晒地下有个超大型嘅商场，今年下半年应该就会开。新蒲崗呢條細運道，呢一站怡廣灣獅子山李求恩紀念中學、東匯村、東方富豪酒店呢度。呢、这个就城巴嘅泊车场，嗰度加工会，应该呢笪咧就系简易公屋嘅用地啦。嗰边体育城嘅，企紧嗰度，即系加工会。行过嗰边个地铁站咧，启德站啦，起好之后行过咧，五分钟内就会到噶啦，好方便呢度，居屋啊。呢就太子道啦，行出嚟都唔使两分钟啊，大把巴士搭，交通真系好方便。啲嘢啊，西下底就系超级地下商场啊，今年下半年开啦，2023年下半年，宋王台站十分钟左右啦。嗱，对面东方富豪酒店，呢个太子道，超级方便。真系超级豪宅版嘅公屋，启恩苑都起到27楼啦，依家呢度行入去就系启恩苑，几方便。嗰边行过启德站，
真係幾方便，3分鐘都入，都行到過嚟。